给练一练就能够唱得出来，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啊，不断的练习。在这个礼拜五的天韵的音乐步道啊，主要是天韵，但是也感谢神，我们的诗班会有机会跟他们配搭啊，现场刚刚的这首诗歌。我们这两个月主日的信息是一句一句的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9-13的主导文，今天要看最后一部分。我们还是先把主导文同声来读一遍，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能够尊你的名圣，愿你的国家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忧虑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要看的最后一部分就是13后半的，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在这边圣经有小字说，有些古卷没有最后这一句，意思是说，在众多找到的古老圣经手抄本当中，有的有这一句，有的没有这一句。那究竟在最初的马太福音原稿有没有这句话，没有人有100%的把握，但是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至少从第二世纪的早期教会开始，甚至更早，基督徒在聚会当中广为背诵的主导文就已经包含这最后一句话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学习主导文的时候也包含这句话。我想当我们每个人读到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都立即感觉得到这是对神的称颂和赞美，的确是如此。但是这跟祷告有什么关系？对我们日常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这句话的意思，我会说最后这个祷告提醒我们要有属天的眼光。让我带大家从三方面来思想。首先，我们注意到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主导文以高举神来开始，也以高举神来结束，把结尾的这句祷告和一开始的三个愿摆在一起，大家应该不难看到一些平行的观念。国度配合前面愿你的国降临，权柄配合前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荣耀配前面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但我想大家应该知道，这并不是好像写文章啊，写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啊，再来一个前后对称啊，只为着弄出一个漂亮的外表而已。这也不是在规定基督徒祷告的时候要照这个公式，好像是拍马屁一样，一开始讲几句神喜欢听的话，结束的时候再讲几句神喜欢听的话，不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么一个祷告蓝图，是在教导，也在塑造我们一个非常基本的观念，就是提醒我们要记得常常抬起头，不要忘记在万有之上有一位至高的神，他乐意做我们的天父，让我们活在他的恩典之中。我们 ACC 华语堂的崇拜保存了一部分流传了千百年的教会传统，在崇拜一开始先有一个简短的颂赞，然后用几节称颂赞美神的经文做宣召，聚会结束之前又有简短的颂赞诗歌三一颂。这和主导文一样，是以高举神开始，也以高举神结束。这并不只是形式，是提醒，是教导，是塑造弟兄姐妹有正确的观念。在一些崇拜聚会比较活泼化的教会，虽然开始的时候不读宣召的经文，结束的时候也不唱三一颂，如果他们的教会领袖受过好的神学训练，崇拜的流程还是会反映出好的神学观，也还是会看重以高举神开始，以高举神结束这样基本的观念。
在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谈诗歌。稍微受过训练的人都知道，在最近这一世纪之前，诗歌的写作是非常严谨，不只是一句句的歌词在神学上要正确，一首歌的几节歌词也会提供均衡而且完整的神学。近代的诗歌给了作曲的人大得多的空间，那有的诗歌只针对某一点然后重复的强调，有些诗歌的旋律以及简单的歌词也的确能够深深的触及人心。那一般唱诗的人未必有这些概念，但是带领诗歌的人不能不注意每首歌内容的个性。简单来说，有些诗歌它的中心思想是人的需要，这些诗歌并没有什么偏差，很能帮助人，也很有正面的价值。但是如果在一个聚会当中，几首诗歌甚至所有的诗歌都是专注在人自己身上，那么就会在无形当中鼓吹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神学观。受过敬拜带领的训练的人应该都熟悉一些很基本的观念，如果在一个聚会当中你要带领大家唱几首诗歌，你并不是零零星星的选几首你喜欢的诗歌，几首诗歌毫无关联各自独立，而是选诗的时候是透过祷告，在神的引领之下选一组各有重点有流程顺畅而且环环相扣的诗歌，让人透过一首接一首的诗歌全人全心的进入深深的敬拜，经历神的同在。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为自己的需要向神倾心吐意，求神眷顾施恩，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让我们记得主导文所提供的架构，除了第一句以我们在天上的父来称呼神之外，其他提到的我们全都是只出现在中间的部分。第一部分以及结尾的最后一部分代名词都是你，也就是把焦点专注在神的身上。如果我们在诗歌的敬拜当中常常操练学习以高举神开始也以高举神结束，很有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遭遇各样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也会记得要先抬头往上看，也会想得起神是值得我们尊崇感谢称颂赞美。大家不要小看这样的事情，两个人遭遇同样完全一样的苦难，但因为面对苦难的心态不同，每天的心情和生活的品质就可以大大的不同，而心态的不同就决定于每个人对神的认识。我1985年在加州的 Silicon Valley 读书的时候，正逢经济大萧条带来各公司大批大批的裁员，教会里很多人都失业，多数人虽然心中愁苦还能保持沉着，聚会及侍奉大致照常，但有几位心情就跌得很惨，整个人变得负面到令家人都十分伤心。但我在同时见到一位从香港来的弟兄，不但不愁眉苦脸，还照常笑眯眯，不但不减少侍奉，还欢欢喜喜的自愿在中间白天帮忙教会接受长年长者参加长青团契的聚会。我那时候受洗才1年多，就因着在好几样的侍奉上跟这位弟兄一起配搭，我的灵命得以大大的提升，对不顺心的事情的看法也有了很大的调整。最希望大家都记得主导文对我们这一方面的提醒，记得抬头往上看，以高举神开始，以高举神结束。接下来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13节的因为。现在请大家看看整个主导文，然后来思想13节后半的这个因为是跟着上文的哪一部分。我想如果让大家分享看法的话，
大概会有至少三种不同的答案。一种看法是十三节后半的因为是跟着十三节前半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第二种看法，这个因为是跟十一节到十三节前半节三个为我们个人的祈求相关，也就是说我们能够为这几件事情祈求是因为十三节后半的这一句话。第三种看法是整个主导文都是这个因为的上主，也就是说我们会做这样的祷告都是因为十三节后半节的这句话。这三种看法都各有学者支持，也都各有道理，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必要争道理。今天在这里我要邀请所有人一起思想，是在我们个人的祷告当中有多少祷告是因着这个因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多少的重大决定是因着这个因为而做的。身为一位牧师，常常有人在面对重大决定的时候会找我来，但我知道这是出于他们对我的信任，所以我感到很荣幸，也不会随意论断说教。我只是要说，因着有这么多与人讨论重大决定的经验，我能够更有把握地说，在面对决定的时候，你从什么角度来看事情是会有关键性影响的。举几个相当普遍的事情做例子，有过很多次我在与人交谈的时候听到他们自己承认，当初在考虑买房子的时候一心一意都只照自己的想法，结果带来很多的头痛的烦恼。也有很多次很多人自己懊悔过去在交友婚姻上并没有把是否讨神喜悦放在优先考虑。又有很多次有人在寻求辅导的时候因为被提醒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后来就豁然开朗，好像从捆绑当中得到释放一样。二十几年前有两位书信组的姐妹没有听我一再的规劝，她们坚持要合伙开公司，结果如我预先警告过她们的，生意做起来之后两个人反而伤了和气。两个人分别来到我们家，哭了一把眼泪一把鼻涕，都想告诉我们夫妇对方的不是以及自己受的委屈，但我们并没有给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是苦心劝他们要选择讨神的喜悦。总算其中一位听了劝，宁可损失金钱的利益而退出了公司，也感谢主后来另外一位姐妹也有所觉悟，就把公司给关了。在过去二十多年，两位姐妹在灵命上感谢神都有相当显著的成长，一位成为教会的师母，而且被人称赞是一位非常敬虔爱主的姐妹，另外一位也成为教会的主要领袖。前不久因着我们回去，多年不见的老友们都从各地专程来碰面，他们两个人也都特别留下来与我们一起晚餐。晚餐前以及晚餐后，我看到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有很美好的交谈，那这是我这次回去其中一件让我们感到格外欣慰的事。像这些真真实实的事都印证了一首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诗歌，我们一起唱吧。耶稣是我亲爱的，我想早先有的人听到我问我们
祷告以及人生的决定有多少是因着这个因为，可能会以为我的重点是我要提醒基督徒们多侍奉神，甚至全职侍奉。往那个方向想没有什么错，但是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句话对我们的提醒是更加广泛的。很多人在教会当中积极热心侍奉，却不是因为相信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知道吗？有些人进神学院读书，看起来有心肯付代价，却不是因为相信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知道吗？甚至有些人担任牧师，到各处带聚会，却忘记了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直到永远。有些教会内部爆发严重的冲突，因为在看法不同的时候，大家忘记了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直到永远。其实不只在教会的内部是如此，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也是很重要的提醒。世界上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冲突，就是因为大家在那里争国度、权柄、荣耀。我们中国历史上战争不断，就是大家争着做王称霸。有了一块地方还不满足，也不敢满足，因为你不去打别人，别人可能来打你，所以杀来杀去。好不容易有一个人平定了天下，改朝换代，没多久为了谁继承王位，又出现自己家人勾心斗角，甚至手足相残。这种事情不只是中国历史上很多，世界上每个民族都一样。几年前我读到一则新闻，觉得很有意思，说印度和孟加拉为了争一个小岛的主权争了几十年，后来不争了，并不是因为两国的人学会了礼让，而这个小岛几年前被海水淹没，根本完全消失。不止国与国如此，一国之内不同的族群大动干戈，甚至很到用大规模屠杀的方式来企图灭种。这种事情发生在南斯拉夫和卢旺达，都不过是最近这20多年的事情。类似的事情今天还在一些国家发生，而为了权力而争的事情更是常见，不只是在企业界的公司里，在学术界的学校里也是处处可见。权力是很具有诱惑力的，而其中常有着会让人跌进去的陷阱。权力是如此，荣耀也是如此。多少人为了虚荣，为了得人的荣耀，心出现了偏差，路也就走。在主导文当中，这最后一句话之前的一句就是试探。人生当中的一大试探，就是去追求个人的国度、权柄和荣耀。在来奥斯汀之前，我在大学城教会牧会将近17年，时时接触一大堆博士班的学生、做博士后的以及访问学者，那大家追求的梦想都非常相似。特别在我们那个教会当中，有一位被教会内和教会的人、教会外的人都十分仰慕的教授，就是李勉平教授 Charles Lee。 他当初从康奈尔大学博士毕业的时候，论文被评为 全美国第一名，10所顶尖的商学院全都抢着要他去当教授。我1997年去那小城服侍之前几年，他才被康奈尔大学费了很大的劲挖回去，而且很快就成为商学院的王牌教授。他发表了一篇篇论文，一再得奖，名声越来越响。而且他的口才很好，教书教得好，在教会讲道也真的讲得很好。所以凡是认识他的人，就去那些博士、博士后，怎么会不梦想自己有一天也能够像 Charles 那么棒？那我们教会很多已经信主的弟兄都产生一个想法，就是要更拼命地追求专业上的成就。他们想，哎呀，若是我在专业上也能够像 Charles 那么成功，我在传福音上就更有说服力，也就更能荣耀神。但是感谢神，有一次在我们弟兄们的禁食祷告退休会，我们在睡前有一个分享，那时候好几位弟兄都自己说，他们曾经
有那样的想法，想用那样子的理由来允许自己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专业上的成就。但是神光照他们，当他们美其名说要用更高的专业成就来荣耀神的时候，其实真正追求的还是荣耀自己。而我们跟 Charles 很熟的人都知道，他从来不标榜他在专业上的成就，他也不鼓吹那种自欺自欺人的思想。实际上每次轮到他在欢迎新生聚会做特别分享的时候，他都会特别提醒学生们，人生真正重要的绝对不在于追求成就。我听过 Charles 讲过最精彩的一篇讲道，是他用传道书劝勉人要有十五天的眼光，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有用的，什么只不过是短暂的。 Charles 虽然是身价极高的王牌教授，他在教会里面和我们平起平坐，一起像仆人一样服侍众人。很多人都知道他非常非常的慷慨，对教会、对朋友、对有需要的人非常的慷慨。但是我和我好太太第一次到他们家，就非常惊讶，他们家用的家具和各样的用品是十分的简陋。那时候他的一辆车还是开了很多年、已经老旧的车，可能是他从学生时代就开的车。虽然他和他的太太都非常的忙，他们愿意在教会当中做好榜样，他们参加读经运动，他们参加祷告会，他们教英文主日学，教青少年主日学。他几次在面对专业上重要决定的时候，都愿意约我这位牧师后面问问我的意见。而在交谈当中，我都看到这位弟兄实实在在的是以属天的眼光来做他人生的决定。我想这也是神特别祝福他的原因，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成为好的朋友。大家知道我来到奥斯汀之后，他也来到我们这里有特别的顾道。在我的好朋友当中，很多人从来都不曾经像 Charles 那么有名，但他们因着有属天的眼光，在人生当中做出的大大小小的决定，让我深深敬佩。比如说今年三月来过的年轻夫妇 Derek 和 Esther， 我认识二十多年，看他们从二十岁不到长大，成为两个孩子的爸爸，他们为了神的国度摆上一生，投身宣教。和我们一认识就成为好朋友的郑明章夫妇，去年提早从中央大学教授的职位上退休，成为全职的传道人。以他们多年来在教会和在校园的侍奉资历，我若推荐给北美的华人教会，很多教会都会抢着要，但他们选择去做乡村福音工作。像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信主比例最低、从小拜偶像的乡村居民传福音，到今年九月，他的侍奉就全职侍奉就满一年。从我得到的资讯看来，他们的侍奉不亦乐乎。另外一位交情跟我有将近三十年的好朋友张一佳，是心理学专家，在镇政府的精神病院当医生，也自己有诊所为人看病，经常被北美各教会邀请做专题演讲。多次被邀请到中国各医科大学去提供训练。他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去年也照着他多年的预备提前退休，去到非洲的肯亚成为全职宣教士，到今年十月也将满一年。我对他们每一位的敬佩都不是在他们成为全职传道人之后才有的，而是在我们认识他们十几二十年当中，在许多大大小小的事上都看到他们有属天的眼光，看到他们这一生就想要好好的侍奉主，他们看重传福音，愿意谦卑的像仆人一样服侍众人，他们愿意他们的生命能够来荣耀神。所以重点不是在于一位基督徒是否成为全职传道人，而是在于我们是否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有属天的眼光，就以属天的眼光来待人处事，以属天的眼光
来安排各样事情的优先次序。在我们结束指导文这一系列的讲道之前，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认认真真的问问自己，我是否打从心里说阿门，愿人都尊神的名字。我是否打从心里盼望，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是否打从心里愿意，无论是我生活的需要、与人的关系，或者是对世上各样诱惑试探的态度，我都选择全心信靠顺服神，力求讨神的喜悦。我是否也打从心里相信国度、权柄、荣耀实实在在全是神的，也只有属神的才能够永远长存，存到永远。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或者是背主导文。如果你愿意，就真实的用主导文来做向神的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